我记得就在那个地方，你说这天下是个棋盘，天下人都是棋子。我在帝都被刺杀，又被救醒，是不是也做了你的棋子？是。说实话，也到了世子该做抉择的时候了。现实中的世子。 正身处襄阳关困境之中，赤崖围城，这是一个密仪大阵，名为赤崖之阵。世人以为我将你挫骨重生，其实我只是移花接木，早已将毒虫引入你的体内。世子，便是这赤崖之阵的阵主，这也是我对你最后的一个考验。 杀万千人与救万千人，便在世子这一念之间。白将军，让我来接小周殿下。白将军有什么事？ 白将军马上就要出城血战了，他可能跟公主殿下还有什么话要说。我现在要立刻带公主前往。慢着，白将军见小周殿下，不会让你来。马上就要破城了，没空在这跟你废话。让开。 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白衣那蠢货根本就破不了城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那个地方。唯一能够叫开帝都城防的，只能拿你这个公主去做交换了。跟我走！阿苏洛，放开他，找死！ 阿苏洛，放开他，斐恩，斐恩。 说的都是真的，他是真主，他就是产生赤崖的真主。